去哪里？回去了吗？回去了干什么？去做鱼啊。哪里有鱼啊？就是我种菜旁边那水池不是有个鱼吗？有一条鱼。那个鱼？抓不抓得到啊？知道了。那有什么抓啊？好像这里不是有那个网吗？搞那个网？那拿去看一下了，看抓不抓到了。那走，看一下。听到响没有的？看到打那个水枪的，这个也没有。怎么会打得到你嘛？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现在去抓那个鱼，不知抓不抓得到。你那个捞捞那个水下没绑住，它不会穿。绑住的啊，不缺的。下雨了哦，就这个下面，这个里面捞得到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踩到我的菜，种的菜里。哎呦，扫的菜呀，这个看一下咯。把这个棍子拿起来先。哦，怎么办？小珍啊，这样搞不到吧？应该用鱼网才可以。那个鱼应该没有那么傻吧？哎，是不是有鱼啊？有个屁啊！搞个鱼。这个真坏了。哦，这个搞得太假了吧？这怎么玩？这个也叫渔网，哎呦，我牙都笑掉。这个哪里捞得到啊？这搞得太假了。要勤奖吧啦。把那个铁丝重新绑一下，下雨喽！要这样子才行，这样搞了个屁，搞了个寂寞。回去先把网给弄好先，先把渔网给弄好先。你没请假的呢，哪固定的稳呢、啊、不知道、啊、这个鱼如果那么容易抓得到了，肯定也不好吃，哪有那么傻的鱼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杂丝也断掉了，狗屁，随便逛两逛，开始逛逛多些。哈，收工，搞不到。看一下我种的菜，叶子都没了。是不是鸟吃的？知道吗？叶子都没有了。是鸟吃的还是虫吃的吗？应该是小鸟。啊？应该是鸟，那个芥菜都没吃。小鸟吃的。我就告诉了你，这个很多鸟了吃的，你看那个叶子都被吃掉了。芥菜它不吃，芥菜是不是有点苦？它不吃，那个包兰应该吃完了。那个是干菜吧？芥菜。我们说干菜，你说芥菜，芥菜就芥菜了。
这个是虫吃的吧？是鸟吃的。叶子都没有啦，还能不能活？这个是菜花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菜花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个叶子都被它吃掉了，还不如种点那个包兰。那里不是种了有吗？那里、啊。吃完了。哦，包兰它也吃啊。只有芥菜它不吃。那看来要搞点什么网子，不要让它来吃才行。这叶子吃完了，哪里会长得活啊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